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送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？振华，钓上来。有吗？有吗？那看见你了还不亢奋啊？高兴。今天能见到你，我很开心。我也特别开心，比钓到红尊还开心。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，失望、嫉妒，还有一点愤怒。但呢，我不想分手，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。虽然我很难受，但是情感是没有办法靠自主意愿而停止的。浴缸怎么了？你小时候不爱去澡堂洗澡？不是，老精神上班有意思吗？我真是犯贱，帮你装修还落一身埋怨，狗懒八糟，泡泡舔不见。爸，你都已经结婚了。我要结婚了。小何的事儿就跟你没关系了。嘴长得像白小何，这不是我俩的基因吗？他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我还是喜欢你。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，我肯定选你。结婚不重要，跟谁结才重要。你结过婚，是你的过去，不是过错。这事不该你管。我知道你不愿意管别人的闲事，可她是我亲妹，又是你闺蜜，这你也能袖手旁观啊？那我不会用这种方式管呀。行，那你别管了，但你也别拦着我。那下午怎么不拦着我点儿？会自我折磨。我又没问你干嘛那么着急自身清白。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，我用得着自身清白？那你急什么呀？我辩解两句都不行啊？我承认今天有点冲动了。你何止今天冲动啊？